56岁郭富城在小店吃火锅被拍，连续两小时不停筷，胡子拉碴无形象。近日，有路人在某小店偶遇天王郭富城和一众友人吃火锅，连续两个小时不停筷，胃口之大超乎大家的想象。在该路人晒出的照片中，郭富城身穿运动装，完全是素颜出镜，看上去胡子拉碴，毫无形象可言。谁能想到，一个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偶像天王，私底下如此简单随性，丝毫没有任何明星架子。话说回来，郭富城外形条件确实出众，已经到了56岁的年纪，五官依旧英俊，侧脸轮廓清晰，眼神深邃有神，没有任何发福迹象，乍一看就是一个中年帅大叔。据爆料网友透露，郭富城从头吃到尾，筷子都没有停一下，当发现有人盯着自己时，并没有感到生气，反而还礼貌性地回看了一下。此外，私下的郭富城十分坦率，即使发现有人在偷拍，也没有故意端着，让人觉得十分真实。看到这样的郭富城，大家纷纷感叹天王也老了。但不得承认，即使已经是逐渐老去的郭富城，也依旧帅气、粗狂又自然的模样，颇有男性魅力。